来，我们先请我们的杨妹妹呢，先出来坐好，来跟大家问好一下。喂，大家好，欢迎大家莅临青青农场，来看我们绵羊秀的表演。Hello， 大家好。哎，非常的可爱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准备要开始剪羊毛之前哦，也要为大家介绍一下怎么认识杨妹妹的年龄哦，还有我们的杨妹妹到底是男生女生怎么看呢？其实我们农场为了方便哦，大家去认识杨妹妹到底是杨弟弟还是杨妹妹，所以你要看她耳朵上的号码牌，如果钉在右边的，她就是杨妹妹，在左边的就是杨弟弟哦，男左女右。那如何去看她的年龄呢？其实杨妹妹呢有长了两颗大门牙，就代表大约一岁，有四颗门牙大约两岁，六颗代表三岁，以此类推。那大家知道八颗牙齿杨妹妹几岁？四岁，对 ，OK。那小朋友居然知道怎么算杨妹妹年龄，我们来猜一下，舞台上这只杨妹妹到底几岁哦？哎，看得出来吗？其实这只杨妹妹蛮年轻的、哦，年轻、哦，所以我给小朋友小小提示，大概一岁到四岁之间。来，有没有小朋友猜一下的？来，弟弟你猜几岁？三岁是 OK， 这个弟弟猜三岁，那个戴帽子妹妹你猜几岁？两岁、三岁，两岁有人猜了。来，这有小朋友吗？小朋友要猜几岁？啊？一岁啊？哦，四岁哦。这个小朋友二三四有人猜，你猜一岁。OK， 那我们直接揭晓答案哦。好，他的嘴巴里面有两颗成牙，两颗牙齿，所以几岁？一岁的。刚刚谁讲一岁的？来，这个弟弟，我们掌声给他。